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，今天我要拍的就是 Space Jam 的 Jersey，LeBron James 的，所以我买的这个是 Dry Fit L Size， 它都没有洗，然后它旁边是这样的衣领，哥我给你看它的 label， 啊 label 的 tag 是用像是环保的纸的纸。但这边有它的 detail， 什么材料？就是75%是 recycled fiber 来的。OK，so 它的 label 类似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它的 good， 那么我们就来看它的上面，上面就是这个 LeBron James 的 logo 是用刺绣上去的，过旁边的 Nike 也是，整件的衣服是很 shining 的布料，那跟一般平时的 NBA 的球衣没有动的这种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它的这个中间的 Dunks Square。它的字体是缝上去的，然后是属于一整片大大片的，然后缝上去的，所以你也看到它们的缝线是这样的，会比较耐久啦。所以这件衣是 dry fit 的布料。然后做工呢，就好像那些 NBA Authentic 的做工。那么布料就是有这个颜色 ，gray 的颜色印上去的，是说 print 上去才对。然后啊，最下面这边有一个带。这个是卡通版的 Reborn 这样的脸，它的细节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带，所以通常 Origin 的就是有了这些。不好意思，由于我一只手拿着电话，所以开这些的时候会比较麻烦，然后它这边也是有它的 label 和 good Nike 的，那么这个也是像平时的一样，就是介绍它的洗的时候的方法，然后就看外面的 label 里面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字，里面的字呢？也是一样。好的，那么我就开后面给你们看，拍后面。那么好的，现在就是他的球衣的后面，他球衣的后面就是只有一个六号。过我们往下看，往下看就是这样，就是只有一个六号。首先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它的衣领，衣领这些都是很平衡哦，不会凹凸不平哦，比起其他牌子之前的很多年代的，它的东西全部都是很平衡。过它的六号也是缝上去的，就是整片也是缝上去的。然后这边后面它的布料，它的细节，我觉得这种布料会比较容易割花，比起那些平时 NBA 那种一动一动的。
整件都是 shining 的，所以看了比较有质感。如果给那个灯光打下去，这些是我们的缝线。那么好的，我的 review 简单 review 就到这里为止，谢谢你们观看，希望你们能看到它的全部细节啊，我尽量拍它的细节给你们看了。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。